爱去打工吧，我不吃，我不干。一个搞笑的呀，我关了。哟，我关了。摇滚脏面是不是啊？他们俩，他们兄弟俩发现的。我一直往前面穿裤，然后对。看看什么看？看水就看了没？不想你看。交了，王一涵，给你包个大被子过来，在晚上就不冷了吧？这两天睡觉有点冷。我晚上怕他们冷，然后来手机想把它温度调高一点，再一看关机状态，给它关了。王一涵自己关的？是肯定我自己关掉的，我在公司关。厚衣服都给他抱来了，你这是有多冷啊！把羽绒服都抱过来了。不是，还有那外套呢，我估计白想着白天在里面打个空调穿厚一点。我放羽绒服。放羽绒服。
两个小朋友过来，小朋友爸爸叫你，快点来，来，快快快，我演那个刀过来，哦这个、嗯，啊，这是咱一个。咱一个铁粉送的书，你过去。你说啥？这咱一个铁粉送的书给俩小孩看的。这一箱全是书吗？嗯。我的妈呀！所以说，要不然我就去买。我这个多呢，昨天我倒回来，我以为你们是什么呢？所以说，我就没去买那个课外阅读的。这一箱子全是书吗？书报，对。他家儿子好像是那个什么重点培训学校。我的妈呀！这么重，拿个红牙提一下看看。有这么重吗？哎，不起来嘞。好嘞。我的天！我的天！赶紧好好看书吧！我的天呀，这两天队里有点散漫惯了哈，该学习要学习了，听到没有啊？啥？我还送铅笔袋吗？你的老天爷呀！铅笔袋，里面有没有铅笔啊？我的老天爷呀！看着还是个新的似的，这肯定是新的，没用过的。还给个铅笔袋，嗯，这是我一个粉丝送的，这一个阿姨送给你的。也不知道送给你的，太谢谢阿姨，太谢谢阿姨了。就是他这么多书，我不知道他的课程，然后他家的娃，还是陕西的哪里的？这都是陈震学的。这是陈震开始学的吗？嗯，也有其他看的，也有王源看的。应该我都用不上，都给陈震用。没事，我能找到你用得上，我也找不到。你看这些物理仪，物理你不能辜负爸妈还有阿姨的一片苦心，你知道吗？咱不能一口一个阿姨，我还不知道她年纪多大呢。大姐。啊，喊大姐也行。就是大爷这么大，我喊声大姐也能喊。王一涵阿姨嘛。啊，对。都是新书。王一涵的阿姨，我们的大姐，是不是？来，十万个为什么？还有十万个为什么？你现在也可以读，我挑点给你，然后你在那屋没事看看书啊。就植物大战僵尸啊！我的妈，过去。这个就是我学的。啊？这个就是我学的。什么学？什么书？拿了一本漫画书。恐龙吗？这也有一本漫画书。哎，这个也是我学的。这什么？这也是漫画书。那不是漫画，它是智力的。对，这个就是给我看的。咱带我带你上去把它。那以后手机就不会玩了，天天看书吧。这个暑假把这些书给看完。好不好？资料包啊，我不认得字行吗？不认得字啊？不认得字我认识，行不行啊？从明天开始手机没收。啊？王一涵，我可以坐在你边上。我要看书，还不能玩。啥？你玩的还少啊？小花掌童话。你要玩一暑假，我玩两三天。了不起的化学，我的妈呀！还有双套啊，两本。有钱都难买呀。这些书哈要保护好，别动、嗯、哇，健康就是这么简单，别动，拿着我看看有些什么。我来帮他们分类一下。又一个十万个为什么？我来分一下类。又一个十万个为什么？又十万个为什么？好多十万个为什么？十万个为什么？果然啊，十万个为什么不愧是十万个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看书要把这个书什么，我就看这个。你看马小跳玩数学，这是关于数学好的。你看我数学不好，这就亏我。给我看一下，什么？肯定是一本学习的书。世界神话传说，半小时。这个这么多字，陈晨也不看。王一涵，你下次看看这些的，这些你想都不要想，不会给你看。看看中小学语文呀这些东西。这个也是我的漫画呀，这个是小学。这中小学语文。这两个很棒。谢谢阿姨。陈晨晨，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啊，你们不要辜负阿姨的一片苦心哈、啊。这么多书，你们说我会好好学的。我一定好好看。一定好好看。陈晨呢？陈晨呢？但是能不能记得就不拉我的课。但人家看完了这些书，看到没有？保护的有多好？你们俩有本事把你们俩书包打开给我看看呀。我书包里面好像有书吗？这些书看完没写、啊？我都是放。就是看吗？就是看的。我书包就是说学习压力大怎么办？学习压力大，看看这本书压力更大。王浩然，什么东西？你刚才说什么？看看这本书压力更大。来，晨晨，学习压力大，风里
正确书法压力。帮我一下，变大。爱发脾气怎么办？爱发脾气怎么办？做事没条理怎么办？那越看越发脾气。不爱写作业怎么办？爸妈不是我的，我以为爸妈不是人呢。爸妈不是我的佣人。现在爸爸那不是你的佣人。爸爸不是人。不会，因为我本来就不会几个。把你的学习态度我拿好哈。本来就不会，老爸真的不会。老爸读给你听哈。怎么读的 ？There is fun。哦。那不是饿吗 ？Fun 吗 ？Fun 吗？你看，你一个不会吗？会，我会这个态度。英语一点都不会吗？不会。这个就看你的，教吧。174也有答案。反正我一个英语可不就这都不会。这哪是猜谜语啊？这不是这个数学吗？还给我搞数学去。唉，这么多书啊。这上面看着这些漫画这些东西，但是其实都是用于学习的，要不就是励志的，要不就是学习数学的规律的，还有那些说印学怎么办的，反正这些读着对你们都有好处的。不要心里想着说，哎，我看这本想看，什么昆虫学啊，这个我也想，这个上面肯定都要讲什么关于学习的那些东西，就或者就抑制你，开发你脑子呀，或者你冒用你啊，这些东西全都有的。还有你看，爸妈不是我的佣人，就是让你们要自己做主，自己动手做做自己的事情的，是不是？你快递费发给人家，人家都没要啊。那我搞得我怪不好意思了，怎么弄啊？这快递费这个书挺重的，快递费都不要钱。快递费100多吗？然后阿姨还来一句，这都是为孩子好的。我们应该喊大姐。我不替两个晨晨，替两个小孩嘛，对吧？你不学也行，明天开始上出去跟那个大街上面。我还去打工吧，我不行，我不去看，他头疼。然后同学也叫我去跟他去找工作。其实王一涵真的是学不下去了。王一涵要去打工。宁愿打工。我前两天我的同学就联系我了，我跟他拖着，我说我不一定去。什么东西？去叫我跟他去打工了。又要去打工了？去哪儿？童工没人敢要。有人要啊！我都上去了，我就举报。你去了我就举报。你去吧，给你去。去吧。我的妈呀！老铁们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王一涵这种学习态度，他什么都好，就是学习不好。这真是粉丝寄来的。那还有假吗？我还以为你们偷偷买的，要找个借口说。这咱粉丝的一片好心，比我们那个啥，你课上学，课上读，对不对？人家大老远哦，还好他这么多门里面还寄了一本漫画。什么书没看到？看到一本漫画。王一涵。